好。这是什么鬼？这什么意思啊？我要怎么换？我要怎么？切换两 Q 一，往前冲 C， 咪咪叫是 V。是什么意思呀？肖恩跳的最高最远。但是哪一只是肖恩呢？每只小羊都有自己的优势。提米善于穿越狭窄的间隙，有些按钮要持续被按住。体力善于推动重物。首先，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不会啊，我觉得这个很好玩啊。
不是很懂他堆这个干草堆是想要我怎么样，让我见他这个干草堆吗？没有用，因为这个游戏我玩的挺开心的啊，所以这个游戏玩挺开心的哦。哇塞，等一下哦，哇塞，我觉得你心里想的应该是挺弱智吧你心里想的是不是这挺弱智的，摸着良心是不是这样想。网页会倒哎、欸！我打！我知道那是什么呀，就是透过批评别人，然后让导致别人失去信心。啊！但是因为还好我是一个杠精，而且我有点自信过度，所以基本上很难打击到啊我的信心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这臭羊不会跳？为什么这臭羊羊不会跳？确实有点沉重。所有小羊都可以跳过其他羊。所以这是我现在要先把这个箱子先给推开的意思吗？啊，等下这下不去吗？我以为是，哦，好下去了。但我觉得我还蛮正能量的。嘿。哇，这只羊被困在里面了，救命，放我出来。没有，我觉得这个不太算，我觉得这个只算是到处散播负能量而已。
觉得 PUA 应该是一个有意识的贬低别人。所以如果没有贬低别人的话，我觉得就不构成这个样子。因为认真说啦，有的时候你贬低的可能是自己。这个等于是砸的意思。养羊上树，那这个就是说你狠起来连自己都 PUA。这只大胖羊弄到这里，通常有比较明显的入口提示。所谓入口提示，该不是这玩意儿吧？怎么可能跟我说这个井是提示啊？的确是一个问题。啊，这玩意儿我们得用养羊把它运过去。觉得倒也不必啦，通常会那个要 PUA 别人，通常就是为了要达到控制别人的目的。哎，为什么要吃咸豆浆呢？咸豆浆不能算是台湾的那个吧，台湾的本土食物吧。台湾的，你要说吃臭豆腐可以接受，咸豆浆我觉得不算台湾的在地食物。可恶！我决定把那只小的羊塞到前面来。
我的这个换边不是很顺，换只这个按钮不是很顺，操作起来会有点卡卡。啊，你要推荐，你要推荐我会玩的游戏啊，小羊和其他物品可以按住扮演。我会玩的游戏类型就是解谜类的游戏啊，所以你推荐解谜类的我就会玩呐、啊。啊，你推荐其他类型的我当然就比较不会玩喽。像你要是给我推荐个什么赛车那种的，那我也不会玩啊。这玩意儿他是想要用蔬菜去挡住那个按钮的意思吧？敢试试看啊！我是不是可以直接用一二三？哦，好像不能。我可以直接按什么按钮直接去影响那个影响现在是哪一只吗？我用这个换，我觉得超级不顺的。智障，我还是用正常一点的方法。这个游戏也是我会玩的游戏，有没有觉得这个游戏很有趣啊？看看，啊，这个玩意居然不是直接，它居然不是那个吗？哇，那这样子我们还是只能够尝试着把这些奇怪的东西推过去，挡住这个门了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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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啊，你要去哪里啊？你要去哪里？去去去去去！那也是没办法，因为我也只有这个时间有空开。现在有个问题，就是我这只小羊过不去了。
糟糕，大家一起过不去了，尴尬。大家一起过不去了。好好，这次肯定没有问题了，这次正常来。基本上我喜欢玩的类型就是解谜，然后经营管理，有这两种类型是我会喜欢玩的游戏。解谜、经营管理，还有简单的横轴动作，这三种游戏是我会喜欢玩。你想为什么那里有一个可疑的轮胎？我先观察一下那个轮胎想干嘛吧。是某种现实装置，时间到了我就没有办法离开这个东西。这个啊，真的是这样。赛车不是我擅长的类型啊，因为我会开往反方向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我玩赛车就是会开往反方向，所以这么久以来我几乎不玩赛车。我之前有玩那个什么来着，开公车的那个游戏，然后跟玩碰碰车差不多，就简直是在玩碰碰车，然后我的乘客就一直扣分。并不是很适合玩这个类型的游戏。所以，所有驾驶类的游戏，我基本上都不太擅长。我想我们可能会是需要先他居然跳不过去吗？这，也许我们换一位兄弟试试，也许这位兄弟比较可靠的。那不行。只有这位兄弟能站这个位置 ，C 位。我觉得我可能接下去那一刻，我就必须要换肢。哎，也不用换了，就这样啦。这样子啊，我们请这位兄弟一起过来协助吧。
我喜欢这种游戏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种游戏的玩法，这种类型的解谜的解法，很可能 不只有一个。我很擅长用很奇怪的土法炼钢的方式来找到答案。我们先试试看，哎，上面这个东西是可以踩的吗？我来试试看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踩。嗯，这玩意是可以踩的。那我们就可以好好计划一下。其实不是很确定那个小方块是能干嘛。这兄弟能够推得动下面这玩意吗？可以。那我到底要那小方块干嘛？哦，可能是为了拿到袜子。好，我们试试看这个小方块是不是为了拿到那个袜子用。可能是为了拿到那个袜子，我在想。好吧，那我拿一下那个袜子吧。这不能再上去了吗？这不能再上去了吗？不能哎。我嘞。方向也可以吧，可以不要伤害这只最小的羊吗？先把这家伙运过去。哦，对，那个游戏有出第五代，我还没买，但是应该会买。Trainer， 我之前第四代我是跟不认识的网络上的募集到的人一起解团体模式。
面过得去吗？可以。这款是真的不错，它除了其中里面有一代做很失败，就是 Trainer 3做的非常失败，但是它的1、2、4都非常好玩。这个我看看，这只胖羊可不可以直接把这个撞倒？好像没办法直接撞倒，没办法撞倒吗？不是。好吧，似乎是不行。那所以是用小羊，用小羊去搞这个。啊？这玩意是干嘛的啊？不是很明白。你怎么下来了？我觉得你不应该下来。那款当然就是要三个人都买啦。我现在如果我想要跳到，我想要把大胖羊丢过去的话，喂，这样可以把这个大胖羊弄过去了，太可怜了吧！一直被撞下去。但是我想要让那个，我想要让那只。我想要让大胖羊过去，我可能就是要慢慢踩上去，这样好了，这样子，哎呀，可以啊！大胖羊，你太胖了呀！我们想说，哎！啊，你怎么又下去了？不小心，他就被我撞下去了。啊！可恶！看来这个高度，我觉得这个大胖羊可能过不去。那所以，大胖羊掉得下去吗？我看看，如果我把这个弄掉的话，好吧，如果我把这个弄掉的话，我觉得。胖羊可能下得去，所以我现在的目标其实是要把这些东西弄掉喽。
也就是像这样子喽。我想说大胖羊可以从上面走，可是不行。区域通常都有这样明显的入口显示，这我根本就没有看出哪里是隐藏的区域。现在情况是我不是很确定他现在要干嘛。所以下面是有坑吗？这意思的话，也不像有坑啊。那到底什么是隐藏的区域嘛？想想看哦，我们现在我们要，但入口是什么？入口在哪里啊？感觉不出有什么入口呢？我怎么感觉不出有入口？重点是这只大胖羊根本不可能从那个缝隙过去吧？这真的有入口吗？还是没看到什么隐藏区啊，我以为这个底下会是一个坑之类的，但好像也不是。那所以他所说的隐藏区到底是指哪里啊？他所说的隐藏区指到底是什么东西？隐藏区域到底是在哪里啊？它前面这个墙堵了，所以我这边应该是过不去吧？
他前面这个堵了，我可以，我还是可以利用小小羊，利用小小羊。我想想看，这样子我要怎么拉过去？我们把那根主板，把那根木板把它弄下来，然后我们想办法把这个弹簧弄到最旁边去。我觉得这样子大胖羊好像还是没有办法从缝隙中挤进去。我觉得那个大胖羊有点太大只了，我觉得这个大胖羊或者说先把这个弄过去，看看这可不可以变成是一个阶梯或是什么的。没办法，我想想看，我应该是要把哎，这样子，啊，压在下面了，有点尴尬。我来试试看这样弹，好吧，有点怪怪的。据说北部会大降温啦，但是我们这边是南部。南部跟北部在降温上应该还是有蛮大差别。虽然说我的猫最近已经可以感觉出来冬天到了，它最近睡觉都会偷偷的睡在我的棉被，反正睡在我棉被旁边。我每天晚上都觉得毛毛毛毛的。啊，它的屋顶是透镂空的，我还以为它的屋顶是实心的，它的屋顶是镂空的。
我在想要怎么过去，因为我以为那个屋顶会卡住我。猫咪起床了，来，你怎么来？地下迷踪篇，我家的猫咪会啊。来，栗子上来。我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就会抱它一起去睡觉。栗子、啊。然后，它如果是夏天的话，它会在旁边的衣柜柜子上面睡觉。就是我会把它抱到柜子上，然后它就会在柜子上睡觉。然后如果是冬天的话。如果是冬天的话，他会直接睡在我的背上。他还蛮怕冷的。下去了，他现在刚睡醒，我现在问他要不要上来我的脚上。他就躺在地上懒懒的看着我。竟然是电梯上楼，各位兄弟，你们走的时候都不考虑一下，有一位大兄弟还在下面吗？来来来！啊哈，不行，可能要用这一只。这一只的跳跃力才足以让他在电梯上楼的时候赶上电梯。丽仔，你要去哪里？我的猫去探索世界了。好，来，让个位置给我啊，兄弟。磁铁是啥意思？我刚刚看到了什么东西？
好想要得到那个玩意儿。可以自己上来，你不早说。我必须说，这个操作实在是卡的，我实在是有一点。他的换肢方式实在是太不顺。我光换肢就饱了，我只能说，光换肢就饱。雪莉不会游泳，但是也不会被淹死。雪莉是哪一只啊？是他吗？他会游泳呀，所以不会游泳的是谁？自己站出来，是不是你？我们把这只也丢下来，就知道谁不会游泳了。你就是那位不会游泳的兄弟是吧？知道了。这关卡应该还蛮多的。啊，这雪莉有点沉，雪莉有点沉。重点是我对于 雪莉不会淹死这一点，我感到略有那么一点佩服。雪莉卡住了。雪莉卡住了。雪莉怎么说你好。必要的时候，我们必须牺牲一下肖恩跟提姆。好啦，栗子要上来抱抱啦！来，上来抱。来，栗子先打招呼。
大声一点。嗯，乖。我想想看，我想要吃到上面的东西，我要怎么吃到上面的东西？如果我们把，等一下我们把那个船浮上来的话，应该是可以弄到那个。所以我现在其实应该要先把，所以我现在其实应该要先把上面的那个，所以我现在应该是要先按上面这个按钮。不能按错，按错就GG了。但是我想要吃到现在那个蛋糕，所以对不起，各位小兄弟，你可不可以下去一下？哇，这样不行。我为了要吃到那个蛋糕，我也是很拼了。现在我要怎么办？看看能不能把那个船再吸下去。可能不是这一颗。应该是另外一颗。那没关系，我们先把上面的东西拿了。怎么办？这个问题非常严峻。
们要怎么做我们才能够让他让雪莉上来，救命，雪莉上不去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们为了吃上面那个东西还有那个下面那个蛋糕，我们就这样子牺牲了，雪莉。哎、欸，其实是可以，我只要把这个船再吸回来，我应该雪莉是可以上船的。对，我其实雪莉应该是可以上船的。沉入海底。我要怎么同时吃到这些蛋糕呢？把那个小臭羊。先把这个小臭羊下去吧，我觉得我可能还是要先把大羊弄到船上，这样子我才能够把小羊压到那个水里去，所以大羊可能还是要先上船。大羊把这个小羊弄下去，我只能说他真的是有点可怜。好好好，然后呢，大羊现在走开。
后呢，小羊吃蛋糕。好，然后呢，现在我们把这玩意吸过去，不要吸过去。把它往下吸，上船，快上船！把握大好机会，快上！上不去。过分了，你这个船。哎嘿，我上不去。终于上来了，哦，真的是有够艰辛。好了好了，好，终于大家都可以平安的回到陆地上了。都是防爆体质，小羊是不会爆炸的。这是不是暗示我？等一下，我要是把小羊给炸了。他会不会把我那些袜子也炸掉呢？为了以防万一，我觉得我还是先把袜子吃一吃，我再来炸小羊吧。不对，我是要炸小羊，我为什么要炸它？要炸也是要炸矿洞吧？哦，还是他的意思是我要先把这个 TNT 推过去。什么都没有发生啊！我炸歪了吗？什么都没有发生，所以他不是要炸这个，那他是要炸什么？还是我应该把那个 TNT 把它塞到最底下去？我是否应该把 TNT 塞到那个矿洞最底下去？哦，哎，等一下，我还没……哎，没事，还没炸。已经到底了、啊，
个天梯他到底要我炸什么？还是他指的是把我，还是他指的是把小羊炸上天？哦，有可能哦。他可能不是要炸那个，他指的是可能是把小羊炸上天的意思。好好好好，我们来试试看，这是不是真的是把羊炸上去的意思？就是我们要让那只大羊在上面，让那个大羊站在那个炸弹上面。这只小羊刚刚好像中招了。哇，算了，就先到这了。反正你最小只，你先过去的。我想想看哦，刚刚这个高度，我怎么觉得这个高度好像并不是很够吧？并不是很够把这个大羊扎上去，我怎么觉得刚这个高度好像不是很够呢？我感觉这个高度不是很够把大羊扎上去啊。是我的错觉吗？如果我们把小羊在这里垫着，试试看，踩下去以后，我的大羊就要准备跳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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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大羊上去了，中羊也上去了，小羊也上去了。不要让小羊离开游戏屏幕，否则你会需要重新开始本关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说我等下会被炸到？我等下会被炸到离开萤幕的意思喽？现在的情况是我可能会需要把三个 TNT 弄下来。但是在那之前呢，
但是在那之前呢，这个 TNT 最好不要不小心先爆炸，会很麻烦的。嘿，太高了吧，喂，兄弟，算了。我只能说这个幻肢的这个规则实在是非常不顺。但是呢，反正我们现在把这只小只的弄过来当垫脚石。现在把二号 TNT 塞进来备用。先送最大的羊上去应该好一点吧。我先送最大的羊上去。先送最大的羊上去。然后二号羊在下面待命。好，这只羊就放在这里，不要乱跑了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把最小的羊弄过来。没炸上去，没炸上去就重来了。看来先把小羊，对啊，小羊不能先上，肯定是要大羊或二羊先上。小羊先上是没办法把那个 TNT 推下来。所以呢，小羊在这里待命。好呢，放这儿。去按开关。啊，又没炸好。这个炸弹看起来也是要吃一点技巧的。
然后这炸弹炸起来有点技巧。定位，二羊，炸不准也挺麻烦的。把这个弄开一点。在这等。原地在这。小羊在这。等一下。我先把这个弄下来。免得它下不来。小羊都在这儿。好呢，二羊过来一次。好。Good job。好啦，只剩下你了，再把你弄上去就行了。这只比较能跳，它应该比较没问题。步骤来说挺麻烦的。雪莉又要下水了。雪莉擅长推重物。好吧，但是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吧，九点半了，我们明天再继续，我们明天再继续吧，明天见喽，大家，拜拜。